您好，工号9527为您服务，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吗？妈的，电信这样子啊，你宽带爱给我切断切断啊！老子包年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爱给我切断切断啊！不是，放你妈逼！不是这么说，我这位先生，我放你妈逼！这位先生，我真的不知道谁把你的网络给切断了。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，妈的，这样子给我切断掉啊！老子在看股票，你知道吗？老子在看股票，你知道吗？放你妈的！你这损失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哎。放你妈逼！人家来打，我打人家。听。你还可以帮我？放你妈婊子眼的，老子包你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啊。放你妈个鸡巴！你懂吗？不懂哎。人家来打。放你妈逼！把老子炒股这点损失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断掉啊！你给我断线掉啊！我没给你断掉、啊。马上给我回屋。马上不了啊！我真的不知道谁把你家的网给切了、啊。放你妈逼！这位先生不要动不动就吵。放你妈逼！不要吵好吗？放你妈逼！啊，你继续。我什么有这个表现？然后那个韩行的那个交易软件，他跟我讲与主站的连接失去，你这个等于连了是没有连，懂吗？你拨上去的他妈的是没有上，懂不懂？这个我明白。那请问您是几台机子一起上呢？我当然是一台机啊。哦，那你因为我很有钱啊？不，像你一样买了4-5台啊、哎？你怎么知道我买了5台电脑啊？那一台又一台，那你不要这么激动好吗？不要这么激动啊！我钱在里面损失，你知道吗？这个，我股票这边没操作，我钱在里面损失，你电信赔就行了。操你妈逼！我几十万的钱在里面损失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就别炒股票呀，多没个性！你这样子的宽带给人家，不，妈，老子一年1000块钱交易去，你这样子的服务给我，啊，操让你妈的逼呀！啊，好，那你告诉我你在哪个小区？我没有小区。什么？没有小区？妈了个逼，老实点！哪个小区？老子金门社区这边的。金门社区，没听说过。妈的，你这样子的，你这样子的网络吧，说难听点，操你妈的，连接通都不如啊！你个通，你鸡巴屌通啊！操你妈逼呀、啊！断线两头给我搞这样子啊！之前他妈逼的有一次，没有，明明没有故障，你电信的人还上门说，这个叫什么？你这边宽带有故障啊？被我他妈臭骂了！操你妈的！你这不是没事找事？你现在出了问题了，你人又不上门了。小鸡巴小毛一个人都没有。我是听明白了，你是白痴啊？那你还不去找那个人？你把他臭骂了，那他肯定不爽，不就把你网给切了？我现在反悔了。你先反悔有个屁用啊！切你网那人今天休息。我现在不能用啊！不能用就不要用啊！奇怪。你之前他妈的，人家没有病的时候，是吧？你乱上门。是不是我他妈的有病了，你又不上门，什么意思？那看你得什么病啊！你个老逼的，你他妈得个非典加艾滋，谁敢上门啊？操你妈的！干你娘的！嘴巴放干净点啊！怎么样？叫你嘴巴放干净点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想我怎么样啊？拿刀来捅我吧！捅你，捅鸡巴捅捅逼逼蛋啊！有没有你这样子没素质的？你这些素质怎么这么低啊？操！老子打到工商局告你，跟你说。去，快去快去快去！我先去把工商局电话线路全部切断。你去啊！你是不是人变了？是不是人养的？你个臭逼！老子昨天刚刚跟女朋友分手，今天心情很差。我跟你说，你个老逼打的还真的时候啊！妈了个逼的，我操你妈！你他妈找骂妈逼呀、啊！妈逼网络断的断，你他妈唧唧歪歪唧个屁啊！操你妈！你他妈没事找事炒股票吃不了撑着，现在网络不好，你他妈活该！我操！你给我这样子服务啊？什么服务？好，那我现在就他妈的给你这个老逼他妈的服务一下，你他妈的告诉我，你宽带连接他妈的有没有什么6-7-8或者他妈6-9-1这样的故障？他妈的！什么叫6-7-8？六什么鸡巴？妈的！那你他妈的电脑有什么他妈的提示关于你家他妈的网络连接啊？没有提示，有提示老子也不告诉你。我去你妈！你那玩啥？什么？操你妈的！你电脑有没有重启啊？我已经重启了。那怎么样啦？你个鸟人！我已经重启了，现在还没登进去。登进去？你没登进去，你他妈的说个屁！重启要不要时间呢？你还当做像人吃饭一样，人吃饭也要消化。你个老逼还要消化？他这边说错误6-7-8。6-7-8？为什么鸡巴？傻逼哥，你他妈网卡灯有没有在亮？网卡灯？哎，妈的！我看不到网卡灯。看不到，在你屁股后面，智障。网卡灯我绕到后面去看。绕到后面去看，慢慢看，个逼。有在亮，有在闪啊？有在闪，你就让它闪啊！大惊小怪的。太糟糕了，你这个服务。对。太垃圾了！这位先生，什么样的客户就有什么样的服务。我9527为您这种人服务呢？你他妈的讲话让我讲完，他妈吓我一跳！我操你妈的，还赔偿？老子他妈的陪你聊了这么久，你他妈的还问我赔偿？我你妈了个逼！你他妈是小时候受过刺激，还是他妈脑子性大病啊？
妈了个逼的，老子水喝多了需要厕所，等一下。不能等。什么？不能等？那膀胱爆了你赔啊，神经病。